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的《非常六加一》。好，谢谢非常舞蹈团的姑娘们。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，《非常六加一》非常乐意和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呢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需求啊、梦想或愿望呢，可以编辑短信。全国的手机用户呢，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呢，说不定呢，我们就能帮上你的忙。好，再次感谢现场朋友的光临，谢谢你们。所有短信呢，我们都储存在电脑当中。现在我们要随机挑选出10位朋友，我要跟他进行电话互动。来，电脑储备，准备，停。停。好，这10位朋友呢，马上我要进行电话互动哈。如果呢，你接到电话之后呢，砸开金蛋，金花四溅，你的愿望实现。不过我们的游戏呢是有规则的，就是说电话接通之后呢，无响，您要不接，或者是在彩铃，在我们规定时间内您要不接的话呢，幸运呢将和你擦肩而过，回到我们现场朋友的头上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接通第一部电话。那在这里呢，这个本环节的奖品呢是《非常六加一》和浙江安吉的合作。来，连线。永伯伯，他叫他妈妈买一个冰箱，他妈妈说让永伯伯给你买，因为我是好人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我姓肖。姓肖，肖女士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《非常六加一》。你好，我又听到是你了。啊，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！你儿子让你给他买个冰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叫我买冰箱，我说你去找永伯伯啊。好了，那这样。现在呢，您很幸运啊，您是第一个选择金蛋的人。金蛋一共有10颗，序号是1到10号，任意选择一颗，金花四溅，冰箱。选择2号。2号。好，恭喜！2号袋砸开之后，金花四溅，没有问题。冰箱呢，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的儿子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，千万要叮嘱你的儿子，冰箱是我送的，再见。继续连线。好几年了，看六加一，老看你给别人礼物，啥时候送俺一个？俺要一个微波炉，你能送吗？喂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《非常六加一》，我是李勇，你好。啊，你是李勇的了？你要不相信，可以挂电话。啊，没有。请问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姓张。姓张，在山东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小张现在这样，一台微波炉啊、来选择一个号码。6号呗。好，小张没有问题啊，6号弹砸开，金花四溅，感谢你对六加一节目的支持，微波炉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，时间关系挂线了，再见。继续连线。乌鲁木齐，由于家里电视太小，好想给爸妈砸一台。张，就是你。来，面向大家，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怎么称呼？你好，我姓吴，叫吴丹。小吴啊，小吴真是苗条啊。来，小吴选择一个号码告诉我们大家。8号，吉利数字。8号。哇，好，恭喜，彩屏手机1款送给你，谢谢你，恭喜。继续连线。很喜欢你主持的节目，尤其是砸金蛋这个环节特别好玩，能不能砸一个空调？喂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《非常六加一》，我是李勇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李勇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
啊，我姓郭。郭女士哈，想很喜欢炸鸡蛋这个环节，想炸一个空调，对不对？对。来选择一个号码，序号1到10号。3号吧。3号。郭女士，很抱歉，3号蛋砸开之后是空蛋，那是要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这只是一个电话互动游戏，有机会我们再电话联系，电话互动，好不好？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，再见。继续连线，电动自行车好参加县老年协会的钓鱼活动。喂。哎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+1，我是李勇，你好。哦，李勇老师你好。客气客气，你好，前面怎么称呼啊？我姓鲍啊。鲍先生，经常去钓鱼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。有了电动自行车就要方便省力气的多。是啊。好，那鲍先生，那现在来选择金蛋吧。啊，那就10号吧。10号。感谢您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。10号蛋砸开之后是金花四溅，电动自行车由非常六加一送给您，我们会随时跟您保持电话联系的。好，今天关系挂线了，继续连线。洗衣服很累，全自动洗衣机，你的衣服我全包了，我大老远跑宁夏让您帮我洗衣服。您所拨打的电话。行。就是你。来面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怎么称呼啊？你好，我叫李雪。李雪哈，我跟他没什么亲戚关系哈。来，李雪选择一个号码，告诉我们大家。5号吧。恭喜李雪，彩屏手机1款送给你，谢谢。继续连线。常年在外打工，无暇照顾儿子，想在他生日之际送他一双旱冰鞋及护具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+1，我是李勇，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李勇。你好，请问是在河北对吗？啊，对对对。怎么称呼啊？叫宋先生，想送给儿子生日的时候送他一双旱冰鞋及护具全套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好，那现在选择金蛋吧，还剩下1号蛋、4号蛋、7号蛋、9号蛋，4颗金蛋。那就选7号蛋吧。好，旱冰鞋护具没有问题，全套由非常6+1送给你，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，时间关系我们挂线了，再见。继续连线。信息不知发了多少，就是不见回复，愿望想了几年，不知啥时连线，想要一把吉他。您好，请所拨。行。就是你。来，老将面向大家做一下自我称呼。我姓王，我叫王凯军。好，小王，3选1啊，选择一颗金蛋。9号吗？9号，来。谢谢小王，帮助我们排除了一颗空蛋，好，谢谢。继续连线。信息来自广东，总看别人砸蛋，心里总是痒痒，不知道有没有好运气，希望能砸台数码相机。2响。3响。4响。走。掉。是你。步履非常稳健，像登上领奖台一样哈。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怎么称呼？我姓裴，来自武汉。
裴先生哈。好，就选一号吧。一号。好，裴先生恭喜彩屏手机一款。来，最后一个信息连接。一位孕妇啊，宝宝要出生了，需要一款婴儿床。我们的计时已经开始了哈。好，时间到，最后一个信息呢，要感谢这位孕妇啊，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掌九十年。来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姓刘，叫刘天明。小刘没得可选了，四号蛋。恭喜小刘，最后一个金蛋，彩屏手机一款，谢谢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本环节奖品呢是由非常刘佳怡和浙江安吉的合作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愿望、梦想或者想法的话，可以编辑短信。全国的短袖手机用户呢，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，说不定呢我们就能帮上你的忙。正在播出的是《非常刘佳怡》，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。好，现在我们用掌声来请出一号主人公丫丫。五岁的丫丫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家庭跟其他小朋友的家庭不太一样，因为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对她隐瞒过关于这个特殊家庭的情况。我爸爸以前娶一个媳妇感情不好，然后呢又娶一个媳妇。爸爸妈妈工作很忙，别看丫丫还在上学前班，五岁的她就懂得照顾弟弟了。每天送弟弟上幼儿园就是丫丫的第一个任务。丫丫每天都在爸爸小小的古董店里练功。从小呢就特别聪明，让他来一段舞蹈啦，或者是快板了什么的，他马上就能来。弟弟看着姐姐练功实在是好玩，也来凑热闹，不过这苦头也得自己来吃。既然这橡皮膏也这么喜欢表演，索性丫丫凭着自己的经验开始对弟弟进行包装和培训。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唱首歌，你们猜猜我是哪来的？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。能猜出他是哪儿来的吗？枣庄的。
看我弟弟也来了。去叫你弟弟去，来上家伙，赶紧放这儿。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知道你喜欢武术，你跟大家伙说说，你今年多大了？3岁。3岁，这个你顺手吗？我弟弟最喜欢打架了。那算了，算了算了。你还是来这个吧，你帮你弟弟带着。哎，你学过武术吗？学过。在哪儿学过？在家。在家学呀？谁教你？会戴拳击手套吗你？你戴反了，你都给孩子。来，这手放在这里头，使劲伸。在家谁教你武术啊？打两下，你看谁适合，你可以上去，直接上去踹他。对，教育了我们一件事儿啊，也是自我批评了一下。打架不是好孩子，以后到想学武术的话，跟你爸妈商量一下，到那专门学习武术的地方。3岁，身板还不错哈，就是有点胖。好了，那你下去休息一下，我和你姐姐聊会儿天行吗？我听说你到非常六加一来有好多问题。我们家的鸡蛋怎么夹不出金花来？你们家的鸡蛋砸不出金花来，那是你们家鸡的问题。我们家鸡有什么问题啊？刨根问底，其实丫丫问这个问题呢，有它一定的道理啊，也有它一定的原因。我们来了解一下，丫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？来，导播。非常六加一的导演刚到枣庄，丫丫就急着领导演阿姨到医院来看望病重的爷爷。尽管爷爷身体很虚弱，但是当老人得知非常六加一来拍摄的消息，早已做好了准备。怕自己在镜头面前说得不好，老人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。看到我的孙女儿，登上六加一啊，我的愿望希望实现了，一定要。爷爷去不了北京看丫丫的现场表演，丫丫在病房里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演出，医院里的人都跑来看节目，这让病重的爷爷很是欣慰。爷爷，我走了，你能好起来吗？能好起来，家疼你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爷爷会好起来的，爷爷会好起来的，啊。我知道了你的想法了，就是爷爷很喜欢能看到你在非常六加一舞台上的表现哈。你是拿金蛋打算怎么着啊？送给爷爷，因为金蛋就能实现所有人的愿望。哦，你的愿望就是希望爷爷能好起来是吧？我看你哭着稀里哗啦的，一下一时半会儿也问不清楚。来，丫丫的母亲在吗？送颗金蛋实现这样愿望，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呢？丫丫报名来参加非常六加一，因为这是想实现他爷爷的愿望。哦。因为他爷爷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他爷爷平时很关注这个栏目，也特别喜欢你。哦，谢谢。所以丫丫就拼命的，就是在海选复赛，最后终于进来了。他爷爷知道了，一个劲的哭，感动的。
本来五月二号是他爷爷78岁的生日，由于身体特别虚弱，没能过他生日。哦。丫丫觉得特别遗憾，就是想给他爷爷过个好生日。用6+1的金蛋来补给爷爷补过一个生日。是的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哎呀，我们的节目啊，它是录制播出，它不是直播，它看不到怎么办？它，但是它能听到，你信不信？信。那你跟爷爷说两句话。行。来连线。喂。喂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+1，我是节目主持李勇。现在丫丫呢就在6+1的舞台上，你给丫丫说几句吧。哦，我给丫丫加油啊！啊，爷爷跟你说话呢。爷爷跟你说话。天上去了。希望丫丫要努力。哦，希望丫丫吧，有努力啊。好了，老人家不用太费力气了，我知道您身体不大舒适。丫丫听到了吗？爷爷，爷爷，您变好点了吗？我们现场要给你过生日。没有金蛋不要紧，我把李勇叔叔作为你的生日礼物。爷爷，你高兴吗？哦，那我们就挂线了好吗？好的，谢谢李勇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不是，你刚才是随口一说，还是咋样？要把我做生日礼物给你爷爷？你拿我当什么生日礼物？我大活人一个。因为你很年轻。我，那我能干啥呢？因为你能给我爷爷带来高兴。我天天在你爷爷跟前让你爷爷高兴。是的，要是有的小朋友来参加非常6+1，你就不要照顾我爷爷了，然后我就照顾我爷爷。那别的小朋友不来了呢？他要是不来了，我就去照顾你爷爷去。嗯，那我这样吧，送你一颗金蛋。谢谢李勇叔叔。我们节目组送你一颗金蛋，然后呢，你带回去送给你爷爷。行。好不好？好。来。来，你现在把它抱着，我在上面给你编着。然后回去以后呢，交给你的爷爷，祝福他呢早日能够恢复健康，身体康复，好不好？好。要叔叔，对，以后千万不要当着爷爷面再哭了，一定要笑着跟他讲话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丫丫，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，抱着送给爷爷的金蛋啊，你将步入一位师梦想之门。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李勇叔叔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，你什么时候去带我去看看下金蛋的鸡？鸡见不着了。他被导演给炖了。有机会呢，我一定会让你见见我们节目组的鸡，好吧？好。好，祝你好运。
他们俩相识于非常六加一，感情深的让李勇都感到嫉妒。爹，好闺女，这是爹的好闺女啊！不是，这是哪出跟哪出啊？除了共同的爱好，还有其他的原因。想知道个中原委，别走开，精彩继续。欢迎回来，正在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呢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二号主人公要和大家见面了。二号主人公呢，他叫娄怡静啊，今年六岁。特别想告诉大家一点的是呢，就是娄怡静呢，接到非常六加一的通告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忙活。忙活什么呢？忙活找搭档。我们来了解一下，导播。六岁的娄怡静从小就在父母的培养下学习各种才艺，这其中最让他着迷的要数京剧了。这亮晶晶的头饰和漂亮的戏服是妈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娄怡静要扮演一位小丫鬟，缺一位演小姐的搭档，他把邻居小伙伴找来，瞧这一招一式教的还挺像样。娄怡静所在的学校开办了第二课堂，娄怡静这两天急着找搭档，是因为从北京传来了一个好消息。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的栏目到我们这选演员，选中一个小演员，你们猜是谁呀？我看你是不是想找个搭档跟你演呢？是。你这么的吧，你在这同学当中啊，你随意挑一个小搭档来。这么多小朋友去踊跃报名，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吧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李大哥建华，李兰言，母鸡母鸡叫哥哥，叫哥哥叫哥哥。我的英文名字叫小沈阳，今天一粒一整一天过去了吗？来，我们请出今天的二号主人公娄怡静。我给你裱画吧。刚才你们这配合的就是这一出戏叫什么来着？卖水。卖水啊，俩闺女都长挺好看的呀。李勇叔叔，你别瞎说了，这哪是闺女啊，这明明是小伙子嘛。啊，这男的女的其实从唱歌里面一听就能听得出来，你们再给大家来一段，我们来甄辨一下他是这个男的还是女的。
到底是闺女还是小子？我真是小伙子，我真是男孩。你看我。亮叔叔，我是脑门倍儿亮的男子汉。对不起，那我错怪你了哈。我倒是，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比较胖的贵妃哈。你叫啥名字呢？我是丹东的，我叫舒远。你能当上爸爸吗？我早就能当上爸爸了，不是，我早就是爸爸了。那可不一定，是吧，文静？什么叫不一定啊？你这样吧，我简单点，你让人家这个娄一静啊自己来判断他喊谁爹，这不就简单了吗？嗯，行。你跟我站一块儿，你站我来喊谁？我想提醒你一下啊，提醒完了我告诉你啊，这爹不是乱喊的啊。好，开始吧。爹，好闺女，真是爹的好闺女啊。不是，这是哪出跟哪出啊？为什么喊他爹呀？那你会唱戏吗？我不会唱戏啊。会唱戏的就是你爹呀。你们俩要演什么呢？演红灯记。你们得换换衣服吧。对呀、啊、那就换衣服去吧。我还没喊呢，我还没喊，我去，我还没喊呢，该我喊，我喊。祝你好运 啊拜拜，我先走了 啊等着啊，在这等着，冒场呢，在那来准备了啊。好闺女，我知道你是沈阳的是吧？你是哪儿的？我是丹东的。怎么会就互相搭上伙了呢？我问问你们的妈。也是一个挺巧缘的机会，到那个六加一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他的小搭档了，而且无话不说无话不唠，就是编导也就觉得那个导演他也分不开了哈，他们俩就是这么样形成一个小组合的哈。
江淑媛私底下告诉过你她对娄艺静的感觉吗？是。有什么感觉？刚来的时候啊，她看娄艺静，她挺那个娇小，挺可爱的，跟我说：“妈妈，你看娄艺静挺娇小还可爱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娇小可爱？你不用说了，反正我就是看好她了。”娄艺静，出来。他平时照顾你吗？嗯，照顾。照顾哈、啊，原来不认识，到了六加一以后认识的哈、啊。嗯，挺困。怎么能叫男子汉呢？男子汉不照顾女孩，那还叫男子汉吗？哦。那我就啥也不说了哈、啊。他们俩呢是来到六加一的预演中心之后认识的，然后开始了自己的搭档。我们了解一下在预演中心他们俩的表现。来，导播。江淑媛从5岁开始学戏，专攻花脸。由于肯吃苦、悟性好，小小年纪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去年他还荣获了全国小梅花金奖和十佳金奖。这里是丹东站前学校，同学们都为江淑媛感到高兴呢。告别了同学们的江淑媛来到非常六加一，遇到了另外一个小伙伴，那就是娄艺静。两人年龄相仿，江淑媛像个大哥哥，处处照顾娄艺静，娄艺静也喜欢给这个小哥哥一块玩。好端端的穗子给揪下来了，娄艺静伤心的哭起来，被小妹妹轰出来，江淑媛就急着给妈妈打电话。就在这时，妈妈回来了。嗯，我不是故意弄坏的。不是故意弄坏的，不是故意弄坏就有理了吗？为什么不小心？走吧，穿衣服回家吧。走吧。你再不说话，你跟妹妹再这样，你看看哥哥都哭了。你回去，哥哥回去了，你能演吗？你也要回去了啊。哎，不因为你哥哥能爱说吗？好了。我看你把这个染口也戴上了。啊。准备来出什么呀？来出铡美案。对。铡美案啊。我们有个主角，他不用唱。啊、对。既然是主角，而且还不用唱，你演什么？我演老包啊。剩下那只有两个角色了，一活物那就是陈世美，一不会说话就铡刀。我演铡刀行吗？那节目里也没有铡刀啊。行，我龙头虎头狗头都准备好了，我为你们服务。你干嘛啊？我这个齐笑脸跟他们不一样，我要感谢包公为我伸。好像这个冤都是我给造的，不恩报恩。我
先把你的裤腰带，我先把你的裤腰带给你。这金香莲呀、要感谢一下这个包公。这四个字是送给你的。对，送给你的。他都快把我炸了。刚才是英雄嘛，逗你玩儿。拿砍头逗人玩呢。两位，梦想之门即将为你们开启，你们将步入一辈式梦想之门。江树源、娄一静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祝你们好运。谢谢。客气。